60瓶现代波豪宅的男主人身为忙碌的医师，希望回家能获得放松，因此是利用沉稳的硬体、活泼的软装，营造两人的疗愈居所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。我们会先介绍如何提供夫妻共处的大空间，再来解析怎么化解大梁柱和机灵空间，最后告诉你在这个案例之中，主卧如何划分完整的机能性。设计师在玄关区规划蓝色收纳柜、质感端景墙以及舒适的穿鞋椅，打造宽广的入门区域。餐厅墙透过格栅门形成人文质感，而餐桌结合中岛吧台，女主人下厨，男主人喝咖啡，都能在这同时进行。光淋浴以侧边天花增加层次感，并用弧形修饰的手法化解过大柱子机灵空间，整合收纳机能。客厅透过深色电视墙、灰色沙发为基底，搭配橘色单椅、蓝黄色抱枕，营造跳色效果。主卧利用大地色系给予沉稳的空间氛围，并借由镀钛金属拉门、崩壳睡眠区和更衣室，更衣室以爱马仕橘收纳柜提升精品质感。胡昌明建筑师考量屋主需求，透过耐看的硬体装潢，融入梁柱的圆弧修饰，活泼跳色的软件，让感情好的夫妻俩能住得舒适惬意。